大家好，我是 Mr. Manso， 今天會和大家講的就是 S2 的 5th Classroom Exercise 12A 正弦 Sine Ratio， 是三個比其中一個 Ratio 來的。 OK， 那我看看例五了，在三個形 PQR 中，角 P 等於90度，這個位置90度，角 Q 等於23度，而 PR 這條線呢就會是8、求 QR 的長度。那我們呢就 QR 我剔了給你看啦。那 QR 其實是一個直角三角裡面有角色的，就當然是斜邊啦。咁在於23度而言，到底 PR 或者 8cm 呢條線到底有咩角色呢？對邊咯，係咪啊？三十度對住佢，仲唔係對邊？咁就發達啦！而家有一條邊、兩條邊同埋一直角嘅關係，仲要咁巧咧，就係對邊一條斜邊，咁咪 sin theta 咯。好啦，對邊係幾多？對邊係八。斜邊唔知喎，斜邊唔知咪叫住 QR 先咯。好啦，見到 D 一條方程咧，咁我就想問下大家，唔知記唔記得？Y 等於 X over A 的故事，到底這三個人 XYA 哪兩個可以交換位棋呢？沒錯，就是主項和分母交換位棋。為什麼呢？很簡單，你將 A 乘過去就會 AY 等於 X 的，那你左右手除 Y 就 A 等於 X 加 Y 咯。這麼煩、A 和 Y 自己立刻調轉位棋，隔離這裡一樣，哪兩個調轉位棋？當然是主項和分母調轉位棋。那最後答案是什麼？按完計數機，我們知道就是 20.474437 32的，取自三位有效數字呢，當然是 20.5cm， 因為4捨5入，現在4後面的位置就是7來的。 OK， 很容易啊，這條數是不是？好，到你做即時練習5，請你 pause right me， 然後回來一起對答案。好，多謝大家的參與，即時練習5，在三角形 ABC 中，角 A 等於65度，角 B 是90度，BC 這條線呢就是 18cm， 求 AC。 又問一下啦，到底這個 18cm 在這個65度來說是什麼邊來的？當然是對邊啦。再問一下啦，我們很有興趣知道的 AC 長度是在這個三角形裡面有個特別角色，對著直角就是斜邊咯。發達啦，有對邊有斜邊，還不是 sin theta？ 留意啦，18就是對著65度的，咁斜邊咧就係 AC 就擺下格嘅，因為呢個係sin theta 嘅定義嚟嘅。好，咁就主項同埋分母就可以調位噶啦。我啱啱討論完嘅，唔信你睇翻上高咯，我哋啱啱討論完咯，係咪啊？主項同分母調位，咁 AC 咧就會係十九點幾啊，當然係19.9啦，四捨五入啊嘛。OK， 最後答案都係呢個啦。總結下呢個 video 啦，冇錯，我哋都係透過兩邊一角嘅關係，係對邊啦，同埋斜邊咧就可以利用 sin theta 啦。咁另外咧就由於計啲一啲嘅方程啦，好多時候就會有主項同分母交換位棋，所以特別再提一提大家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